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小代价，甘愿无顾一切，今生今世，我爱你无怨悔。啊，想死来作弄，偏偏旧情最难忘。日思夜梦，等呀等你的光亮。啊。想是来创治，真心爱你免怀疑，天生鸳鸯，相爱相偎相思。阿玉唔知影讲，伊所捡到迄撮白头鬃，佫真正是帅了个，为着要骗医药费来救老爸，伊就摕去骗天书啊，佫想要用陷阱来害伊嘞，结果连家己嘛害惨落去。另外一边边，庙公提郭姓王所属玉佩来找人，总算叫找到啊！你，是，哈，你来看嘛。哦，这玉佩实在一模一样，那阮囝会当偷生就是安尼。哎，无啊，你这个人哪奇怪啊？无代无志走来阮家乌白乱讲，你是要创啥？哎呦，一点仔都袂奇怪啦，是讲吼。我感觉较奇怪呢，哎，明明是查囡仔，安那变作后生啊？差别也侪啦，不管是吼查囡也好啦，后生也好啦，你就是耍妖囡仔，对我讲。你是要做啥？那是你啦，有人在乎那千万万别讲起来啦。已经来知阿叔的存在，哎呀，敢不是阿叔的死对头？那呢，头毛应该嘛是去要偷摕，我现在是要安怎才好？哪会安尼啦？我的嘴唇是安那叫黏起来，拢袂讲话啦。感觉是。啊，不过我咯，你一定爱记住，刷刷查某囝的代志，一定袂使甲当年的代志讲互无关系的人知影，更加袂使抓代志害人性命。无你若是犯错，本王一定会互你当当的处罚。哎呀，伊若是死哦。我一定会叫桂姓王顶到金丝丝，我靠！大夫，这病是安怎？伊的病伤严重啊，有无多加医治啊？你也是从早带伊转去准备手术吧。大夫啊！阿姐，你先别放心，咱先将阿爸带回去，我再去隔壁村找块毛巾给医生抹。对了对了，我爱斗三工了吼。你别乱跟我做呀！不是因为你，我阿爸家里变烂嘞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给我走！别安尼啦，小姐，你原谅我啦。我一摆弥补机会啦，不管是吼要照顾恁阿爸好，还是要做任何的代志，我学好咯，我拢全包啊，我一定会做，我一定会做，只要会当甲你保护好势吼，会当带你回去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好，拜托你啦，你快点，买啦，买啦，买啦。小姐，我都已经帮你说，
性命，害我魂飞魄散，是我甲龙斗的。想不到当当年一件代志，竟然变作是我的心魔。心魔那是无毒，我的功力永远无法度加深。是讲这心魔，我是应该安怎消毒嘞？道长，是嘞，今日你收养，又果是恁，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无可能落山替恁办代志，恁去找别人。无，道长，这边无讲，我较聪明哦，敢那看到雪妖。阿可惜，道长好迈。这真正是雪妖的头毛。阿强奈还袂转来，嘛唔知影伊敢有探听到伊苏国平的大夫无？阿姊，我探听到隔壁村哦，有来一个伊苏国平的大夫，奈当甲阿爸传过去啊。好，来来，我紧来传。你甲阿爸的衫哦，紧看看嘞，啊，我来准备叫，咱明当甲阿爸赶过。好，我来斗三工啦。队长，就是因甲帅妖偷我袂好我的。阿耀，阿耀，这位就是我专工请来抓帅妖的队长。既然是来抓帅妖的队长，这个人我更加注意。李少爷，是的啦，因为阮阿爸破病较足严重的，阮着急要带去医馆看大夫，今仔日无法度开讲帅妖的代志。什么第一天书，根本是一个烂杂无辜的恶人。我今仔日想要提升刑度，我要你死！帅妖，真正是你！你是查某的？队长，你袂当我们两拍人啊！你，那是。当年我明明把伊的原型拢拍散去啊！阿娇，阿娇，到底，是歹势啦！我知影，阮无应该摕个草鸡头毛去骗钱，啊，不过咱真正知影唔对。李少爷，我拜托你啦！我知影，咱无应该骗钱，啊，不过我阿爸的病是真正严重的。我是不得已才做出这款代志。少爷，你别关灯，先救了他要紧啊！道长，请你帮过阿耀。伊虽然甲当年的雪妖生作一模一样，但每身躯顶并无妖怪气味。你敢有妖气？慢着，你拄则讲他某是假，敢讲？阿娇带伊看的雪妖，也是假的。李少爷，歹势啦！你看到的雪妖是阿瑶先去布置的，其实伊只是一顶假头毛，还佫有一领衫尔。我才想讲，总算找到雪妖，会当完成阿母的心愿。
我这么相信你，你竟然骗我，还假做查甫搞创治。你啥呀？是的啦，我是不得已，啊怎么我将这血玉献给你啦？血玉，我才给你稀罕的。李少爷，我点你，是我跟你讲，要相信，才会当作那血玉是真的。少爷，道长，是你哦，你爸母一乱，拍死拍死，少爷少爷，道长啊，请你人的人吼，啊，你已经走啊，你若白走啊，免讲这么多。我坦白甲恁讲，我敢确定，这撮头毛就是炫耀的头毛。讲，恁到底是在倒位找着？人讲这尾鱼落顶，二十年前阿叔去耍着天书，敢讲阿玉钢管躲不过悲惨的命运呢？我敢确定，这撮头毛就是炫耀的头毛。讲，您到底是在倒位找着的？是这阮家摕的啦，啊，不过我嘛不知道这是啥的。道长，咱真正无讲白贼啦，阮是为着要终止替我阿爸看病，才想讲摕这奇怪的头毛去试看卖。哼，您讲您有一个破病阿爸，您讲的话我敢一定会相信，除非是我亲目睭看的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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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对，请你大发慈悲，让我带阿爸去看大夫好不好？等下，恁阿爸伊的病今麦已经真严重，你带伊出去献风，随时有性命的危险。那那是要怎？你放心，我有办法。阿唔过，恁是咧烦恼我害死恁阿爸的心，我若有心要害伊，恁安怎避就避袂。好啦。既然道长你都安尼讲，阮就相信你。阮阿爸的性命，都麻烦道长你啊。无用的啦，阿玉啊，你别千万吼，莫相信这个来路不明臭头鼠啦。伊拄只还要甲你提示呢，你搁相信伊哦？你搁敢讲？那不是有你，我哪办解袂了呢？你这是来路不明的人，你搁点点啦？我，好啦好啦，我点点我点点。好啊，有时间踮遮搭水果，不如。替我把这套药拆掉。这套药？安怎？怀疑不是？时间若是去牵着，恁阿爸会生会死，我就唔敢保证啊。好啦，我今下就出来去拆药啊。阿玉，等我啦，我跟你去。爸。爸。这件代志，我一定要查出原因。等你把这贴药拆回来，我就用这贴菊花香红酒逼出你的原因。对着那个人，那个人是阿帅。顾玲，啊，你是在看啥？哦，无啦，我刚才去看到一个熟悉的人，应该是我看唔到去啊。不要紧，我想要快点看到天数，咱紧行。小杨，卖阁有出力啦！只要以后吼，咱较拍拼走出来，啊，人咧讲哦，皇天不负苦心人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咱一定会找到雪妖的啦。你们给我安慰啊！我们也不相信有什么雪妖。
若毋是为了要完成阮阿母这二十年来的心愿，咱嘛毋免找啊遮尔辛苦，拢已经找遮久啊。安尼看起来，我想法是对的，根本就无摔跤。小爷，这种话哦，千万唔通让老夫人听到呢。啊，若无哦，你头尾阁讨袂听。我阿母也无伫遮，你是咧紧张啥啦？小爷，小爷，老夫人来啊。啥？我阿母哪会无代无志走来啊？紧出窗来。是。哪会走来？阿德哦，少爷，我本来就是讲哦，咱这个真正抓到雪鸟啊，我哪会知影讲哦，咱去用骗去。你哦，老夫人来啊！行。阿母，天师，听讲你已经去找到雪妖的头毛，嘛有看到雪妖的影子，所以，那你就要抓到雪妖啊，对不？我今仔给你来拔出来。阿母，是的，这是一张骗局，是我。是我去被骗去，那雪妖是假的啊！你讲啥？这是一场骗局，你去被骗去！阿母，你是安怎？你敢不知影？我等这个已经等二十年啊！你老爸跟你小妹。到底无够久，你这个不孝子！你有人对雪妖是怨恨入骨，当然冤仇无报不甘愿，但无辜天数却变成老母复仇的工具啊！你敢不知影？我等这个已经等二十年啊！你老爸跟你小妹，到底无够久？你这个不孝子！你老爸跟你小妹是哪个老师？你敢不知？是嘞，阿母，我知。是我含慢，我无够用心，才找袂着雪妖。老夫人啊，少爷已经尽力啊，你莫阁责怪伊啊啦。点去！阮母仔今日讲话，敢毋两日在插嘴？王仔。我让你失望啊！我拢无法度去找到杀死你的凶手，我对不起你，王仔，你原谅我，你莫生气。阿母，爹咪，你是无看到我咧跟你爸讲话是无？王仔，是安怎？二十年啊，我拢无法度去找到杀死你的凶手。天公伯啊，当初你来袂带我甲王仔做伙走，来袂放我一个人，伫个这个所在，这么艰苦过日子。阿母破病啊，这严重，搁这么啊伤心，我是命安怎才好？阿母，这都是我的不对。你莫伤心啦，我该怕，我该怕，拢是我的错，你莫管啦，你莫管啦，小明，你请家伙来，小爷，进去呀，是，王仔，是我对不起你，王仔，阿母，
下来。阿母，找不到雪妖，是我行慢，我对不起阿爸跟小妹，请你帮我。天数不好，你阿母受气，佫无替你报冤仇，是我该怕。阿母，你爱怕阿大奶，那么阿爸会怪你。对，对，你该怕。我爱你会记，你是人，你上重要代志就是爱去找到山药。你才会当安慰你老爸跟你小妹彩天之灵，你一定要记。阿母今仔日怕你，你知为甚物无？你知无？我知，我会反省。人讲辛苦无钱，就对千处上山。你有人为着要掠衰妖，无顾后生天数安危，危险敢会阁发生？跳卡神郭姓王是要做化解二十年来温婉呢？明仔在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冰北人跳卡神。高阳有一户人家，原本都建庙服侍神明，有一天高温开始变坏，求家己厝内底清水也嘛无效，最后就请挖了通安宫的姓王公来。正在讲姓名，已经叫夏玲占机，早都无伫个啊！来去请教别位的姓名，拢请教袂好势。啊，探听着讲，学阿廖同安宫有一个查某同居啊，迄个查某机同个发起来个讲，姓王领子领好啊，要甲你办恁家的代志，叫伊跋杯跋看卖，啊，跋了真正姓王要去家，去到因家个办代志，伊叫拍壁来拍，拍迄个壁，拍落伊个因厝里，壁都有人个做桥就对个，他讲因个庙宇。那伊有啥？伊有贵贱命了，对了。信王公甲唱碟信上内底夏玲谈判，夏玲也是袂离开。信王公只好将当场所有神尊拢甲印度提起火化，才化解一场贵贱庙的纷争。我全无准备，下来拄着你，刻苦的滋味，有偌多才情，拢刻在心肝底。